该买什么好？明星团购情报站。德文俊蟹，蟹膏是大闸蟹的6倍，它是一个大蟹，价钱一只大概400多块，可是这么便宜。这个搬新家有一套在家里真的超美，对，因为今年呢，我公婆要来我们家吃年夜饭，年夜饭，这个是为了公婆，是为了我的小孩，我个人蛮注重的。就在今晚11点，麻辣天后传准时上潮。